告别这个赛程，挺好，挺好。其实我盼这一天很久了，然后包括降体重以后，其实盼那一天也很久。但真的到来的时候，我觉得还是很平静的。明天依然会和队友们一起加油啊，希望他们能打出好成绩。那当然最希望的是还能这个多陪伴我的孩子和家人。我觉得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到这样了，用我的坚持和这个信念去把一件事情做到，就是让自己都觉得可以。我觉得你做到今天已经很好了。